GG。你有会治疗吗？到底打不打赢猎人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什么？他们有两份野兽？这种事情竟然有机会发生？看起来他在想要不要钱币，不然他就直接 AFK 而已。哦，他有两份野兽，讨厌。他怎么在换呢、啊？怎么在换呢、啊，大大？这总该干练了吧？OK。下跪臣服。别属于沼泽了。追随卡里姆斯。刘飞。行，放狗。有种就靠脸啊！Oh my god！行，点起来。想不到吧？完工了。哇，他自己带的。我现在应该想办法保这一张，然后让那个让这个把它拿回去啊。我想刚是应该直接双换，因为这样有可能被射掉，应该是也没差、啊。还是可以靠塞啊。要做一个绝世大清场吧。这样刚好GG欸，打得漂亮。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快攻，快攻是一个职业吗？冷静，你属于沼泽了。
你也属于沼泽了。防一下集体恐慌跟那个集体恐慌。哦，黑雾森林熊熊。应该会比较防集体恐慌吧。黑雾森林熊熊哦，所以他是那个还是复活之类的。他这一轮没有奸笑，他好像快死了。奸笑或是集体恐慌，行。完工了，超打脸。哦，还有东西哦，这人数盾吧，四滴哦。五颠倒 ，OK。尝尝我的力量！如果想要哈加萨可以打爆这个的话，我应该要先撞。笑抖，笑抖。你也属于沼泽了。他如果有沉默的话，也是有可能会被秒。笑抖，他想势必是在找 combo 了。哦，奸笑，好啦，这就笑抖啦，秀蹦啊，还没结束，哦，哦，对啊，这怎么回手啊？哦。有奸笑几率偏低，一局哎没有，差一点，当真，我笑我妖，赢了，赢了吗？还没啊。OK。
哦，还没。要玩弄我的感情啊！Oh my god！ 好，等一下来拉开刷。他两个法术石都交掉啊！哦，没事，我们来拉开刷，什么有的没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行，可以。你给我冲啊！风暴前的宁静，他是快攻啊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还要持续多久？风暴前的宁静。快找掩蔽！啊，我应该点的。OK 呀，哪可以打这张啊？以圣光之名，麦格瓦拉，麦格瓦拉，蛮想下这张的。感谢大家对我外套的赞美，看来大家都觉得这件外套还蛮不错的。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哎、欸。血量还是领先我，他抽一个真菌还是有可能做些事。然后还有他有传说法术吗？可以直接抽三张。属于沼泽了。战斗开始。
现在还有魂火吗？还有魂火。然后这张不是魂火，大概就没救了。雨菊，你有会治疗吗？